比赛开始了，腾讯体育为您带来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十轮武汉长江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直播。这点打得也不错，中路的推进在左肋塞过来，禁区里面45度想强行抹进去，二点球拿下来再做调整，这下还是倒地了，看身形像是曹云顶，看45度打进来，头球往中间再来摆，禁区里面还有机会再打吗？球进了。第6分钟，巴索哥帮助上海申花闪电战得分了。申花的进攻啊，对对，这种压力、这种侵略性还是强，是吧？而且基本都是团队打上去之后，这一组马上后场队员上来啊，边路呢也能拉出很大的空子，他比较全面。15分钟，看看开出来头球，一片乱战，禁区里面先停，第二下还春节再打门。混战当中，这脚推射布鲁诺打偏了，暗战啊，可能武汉长江这边想找机会的，球进了，1-1，布鲁诺，我们话音未落，帮助武汉长江扳回一城，雨天乱战，利用自己的高点优势，拿回一分。这球打得脆啊，这球再看一下，我没来得及的，再看一下这球是。这个赛季个人第3球了。马上赶上福布斯了，绝对是带刀中卫。凯维奇直线球翻过来拼速度，禁区里面直接打门，球进了，2-1，22分钟，武汉长江反超比分了。这个球拿然后送直线，这球边后卫你要说跟呢，确实很难受。哎，这个球呢，凯维奇体现价值了。左边路本田君也上来配合曹云定，自己强势突破再交。抹进来，看第二下右脚直接打了，没打上力量。好的，还行。彭新烈过来，彭新烈是左脚，直接踢头球，打横梁了，中间有变线。右边换左脚有变线，胸部停一下，曹宁杀进来了，想调整凌空嘛，禁区里面接着晃，再打球，漂亮，2-2。曹云定的能力啊。云定未老尚能射，这脚球完全彰显了个人能力，而且从弧顶左侧一路自己真假动作衔接杀到了禁区右边的位置。曹云定，你这多少年是 十来年这状态就一直没差，对，浑身都是假动作呀，然后打一个反向。而且你想想，这个李俊上一场球轮休了这么多球员，哎，就是确实是有很大的想法，有备而来。右脚打门，漂亮，卡在了2个防守队员中间这个位置。巴祖哥没有调整，右脚直接抽了。但吴金贵格局很大，先看这球，嚯，这肯定要出牌了。剪刀脚，他是后上来的腿呢，还给了一些力量。哎呦，有上扬动作，这个至少是黄牌。哎，那场边两个小猫咪很萌。孙世林卡视野。卡门将这个位置，看看巴索哥助跑直接打门，打高了，能救回来。李佳俊在，对，在底线，巴索哥这个位置，巴索哥是有突破的，改动作了，转过身来，禁区里面想再扣一脚，卡身位，陈云浩啊，陈云浩也很拼，还在继续到弧顶直接抽了。哎呀，无论这球最后怎么判，前面陈云浩这个防守有点特里当年的感觉。倒地拿脑袋还要去拼去护球权，你巴索哥真能钻，这身体是吧，稍慢一点，你位置稍微丢一点，这个球你可能就没戏。对，漂亮的抢劫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，武汉长江在落后的局面下连扳2球，最后申花呢也破门，双方战成了2-2平。